今日咧，繼續咧，琴日啦，呢個禮拜咧，去睇有關耶穌喺呢個山中聖訓咧，講到不可殺人之後啊，講到咧唔單止係唔去心有惡念，而更加咧係有超群甚至超人性嘅求去以善去對抗惡。琴日開始講到係要不可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。今日講到咧，要愛你嘅敵人，祝福迫害你嘅人，要以善勝惡。保羅喺呢個羅馬書第十二章咧嘅末段咧，亦都係咁講：不可被惡所勝，要以善勝惡。當中聽落去好似好傻。好不可能，不能接受。但系答下答下咧，尤其是人生嘅经历里边，咩都试过晒啦，发觉系好大嘅智慧。基督徒同其他宗教对付邪恶嘅问题咧，好唔同。有啲就系话，你一定要用刀嘅。要杀人嘅回教啊，佢唔信你只能忍让到一个地步，如果唔系咧就要用刀。佛教就系要避，你搞唔掂嘅，你只可以去到某个地步，你要避，要隐世，要离开呢个世界嘅凡圈。但基督徒咧，佢好坚持，我哋要做世界嘅酵母。点解？因为我哋系世界嘅光，系地上嘅盐，世界嘅光。我哋系要喺绝望中、不可能中、人性超越之中，仍然去似乎系冇希望情况中，仍然去散发我哋嘅味道。而我哋知道心中深处知道咧，呢个系唯一嘅方法。呢个系唯一嘅方法，未必代表人嘅方法，但呢个唯一嘅方法。如果真系要人去改嘅，由自己甘愿地去改出嚟，由内之外改出嚟，呢个系唯一嘅方法。个力量不在人，而必然系在天。喺呢度，我哋作为基督徒去听，重新再听呢一段圣经，琴日、今日呢个第五章啊。我哋意识到几样嘢，第一样嘢就系天主嘅慈悲，佢嘅救助嘅方法系用慈悲，唔系用惩罚，唔系用绝罚，唔系用去压制，唔系去毁灭。一日一个人仍然活着，仲有一救，佢喺度耐心地等待着人甘愿。自己再选择正确嘅方向，而佢知道呢个人喺佢嘅恶习之中，唯一得救嘅可能就系有人继续不断以善去熏陶佢。所以俾佢睇到，即系天主系个慈心不变嘅。第一样嘢，第二样就系我哋真系愿意跟随佢嘅人。系冇得打折扣，我哋唔可以跟到咁上下，或者跟到咁足够嘅层面范畴，而其余我哋做唔到，觉得难做嘅就放弃。我哋唔可以做一个三成嘅、五成嘅，唔好做一个八成嘅，唔好做一个九成嘅，甚至唔可以做一个98%、99%嘅基督徒。我哋要必须要每天意愿立志，去渴求要做100%，要做晒佢。做唔做到系次要嘅，呢个做唔做到，天主嘅慈悲会再一次又一次去包容我哋。但系唔去想做晒，
咁就变成我哋一系就系佢哋主。如果佢哋主，佢嘅说话系生命，佢嘅慈悲嘅路系我哋知道喺经验中睇翻转头，知道系唯一一个方法嘅话，我哋应该做晒。again 做唔做到系次要嘅，但系我想做晒，我想先用佢嘅方法，我想捉紧住。每一次我意识到下一个决定，我系清醒嘅，我再一次选择翻完全佢嘅做法。嗰一刻试下，试探太大，压力太大，想做想做咗，哎呀跌倒，唔紧要，再嚟过。但要想做，即系点啊？唔可以妥协，唔可以意欲妥协。唔可以预咗妥协，妥协咗再嚟过，弃绝所妥协嘅呢个喺佢嘅教导之中系好清晰。喺呢一篇教导之中，特别系佢好似越去越尽慈悲。如果慈悲以慈善可以胜到恶，呢个系唯一一个出路，你要做晒。你要渴望佢做晒，你要祈求佢天主嘅嗰种完全嘅以爱去胜过恶嘅做法，祈求佢临现在指引喺呢个实质之前边呢一步系应该点做。咁你当中嗰个不可能嗰个大嘅折磨咧，就带出基督徒最底最底最 raw 啊！嗰个唔掩饰嘅嗰个真相，嗰个背十字架嘅真相，嗰个人性嘅不完美，同我哋在天主内天主性嘅完美嗰个嘅最终嘅斗争，人心里边嗰个甘愿与不甘愿能力。与依附天主嗰个斗争，即系点啊？好多圣人都讲嘅嗰份祈祷，就系、是、承认、坦白承认，喺自己真系搞唔掂、做唔到、渴求但系做唔到当中承认，我唔能够，但系唔放弃天主，你必须要，我唔能够，你必须要帮我。三句祈祷成圣里面最核心的灵性那个不掩饰的事实，我不能够，你必须要带我路，指引我，辅助我，拉住我，抱住我。我就在这个人性与天性这个不能跨越的鸿沟，意识到耶稣就是这两个的联系，他就将两个拥抱在一起。你的善太不可能了，我的恶拉住我，但我不放弃，我在这里跌撞撞得太久，你必须要成就，拉我上去。无论是自己的或者与别人嗰个关系中，尝试帮助别人嗰个不可能中，我哋真系要百分百做一个基督徒，我哋就系呢三句说话。我唔知点做，我做唔到，我试过我跌低，我冇办法，你必要继续帮我，指引我。主耶稣，你嘅教导，我哋心知道系唯一条出路。主耶稣，我喺呢啲某啲嘅方面，我多次跌倒，多次容许俗性嘅观念、世界价值观、邪恶嘅思想、内在我嘅矛盾主宰咗我。但你必须要成就你嘅善，去战胜我同埋收租喺别人喺世界嘅恶，求你今天
辅助我，保守我。天上众圣者，天上的母亲，我的护守天使，所有天使，不要让我跌倒，而即使让我跌倒，即使我跌倒，不要让我失丧，忘记了天主的慈悲大过一切。阿们。